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企业的爸爸超人。那我们现在要下班了，现在一样时间非常晚了，而且现在还下大雨。那跟我们一起目前要回家的有这个阿伦伦，他帮我打光，打光打在谁身上？打在冰淇淋公主身上，还有敏珊身上。哦，昨天的话，敏珊跟冰淇淋公主在类似的位置，不过昨天没有穿雨衣，今天有穿雨衣。那我们看到这个冰淇淋公主穿的是两件式的雨衣，粉红色的，哦，粉红色的。那敏珊的话，她穿的是，你只有穿外套而已吗？两件式的哦，也是两件式的雨衣，非常专业。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阿伦伦，阿伦伦穿的是非常轻便的雨衣啊，拍的不是很清楚，反正就是那种10块20块那种雨衣，可能穿一两次就不能穿的。我觉得她老公应该是要给她好一点雨衣才对哈，这样子有点。对呀，我们爸爸超人是没有雨衣。哦，对，小弟我没有雨衣哈，我因为忘记带了。好，不过没关系，看到公司的好伙伴们有雨衣穿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好了，你们先走吧，我待会要断后，我要关门，拜拜。拜拜。哦，真的忘记带了哈。我有拿卡了。你有拿卡吗？我也有拿卡。我有。有，你们先走，不要等我。哦，不要等我，不要淋湿了哈，早点回家。阿伦伦，帮我跟龙眼问声好。好。他可能不记得我，但是我记得他。谢谢你。拜拜。